最精彩的分享交流啊，对，因为有很多好歌啊，其实在这个单元可以唱出来，观众也蛮期待这个哦，一连串好听的歌呈现给大家。这个单元能成功，也是很多客座教授、大牌明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，让我们的所有这个明日之星呢成长非常非常的多。是啊，你看现在的明日之星排排站在那边，每个都很能唱、啊，每一位都是大家如数家珍啊。我之前到澎湖出外景啊，万安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坐船过去，是我们的这个选手也到那边去演唱。哎呀，其实我出外景。贴很多海报，什么文旦节、柚子节，什么葡萄节，包山包海，包山包海，真的。但是呢，也值得了，因为这么多年呢，大家的培养，我想今天呢、啊，我有跟我们寇赏啊，黄英雄先生有研究过了。所以今天给到我的活安排，你来处理就对了。对，大家知道我做节目呢，大家都有镜头嘛，所以我是千挑万选，我觉得哎，两宗啊，曾伟忠跟林梦忠，来，哇哇，谢谢光哥，就是。机会要自己争取，我们想办法亮相，一亮相就让大家为之耳朵一亮。对，没问题。所以今天寇赏交代我呢，我就安排两位，谢谢瓜哥，谢谢寇赏，不是谢谢制作人，谢谢寇赏，对，但你两位要好好唱，好，你知道机会要自己争取的，是，你知道为什么过去都是徐福凯啊，蔡佳玲啊，郭婷云啊，曹雅文这些，因为我们一回头，他们就我选我，真的这样子啊？对，你们都没有过嘛，对不对？要很努力，机会要自己争取，以后会积极一点。对，不要等我点你们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谢谢瓜哥。今天两位要准备唱什么歌呢？哦，我们今天唱。那我表现。啊，你是哪？瓜哥。你们知道我是明日之星上骨力的啊。骨力跟这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我特别录音来，拢啊，搁等于依然，等于拢半暝啊。是啊，啊，今天你唱歌比他们多不是吗？没有，成功。千载难逢的机会嘛，我唱一下，是对他们来讲千载难逢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没有。你请我跟许富凯就好，他唱的示范的歌比我还多嘞。不是，我最近有偏袒你们两个，我都介绍你们的封号，一个是高富帅，一个叫小鲜肉，对不对？多好。他小鲜肉，他孤老肉。好，我是这里面最年长的啦。所以你属，哎呀，拜托的啦，你看我这骨啊，骨这年轻，你想你大集合哦，大家来开杠，我真该有一项丢嘞。哎呦，这个我铭记在心，他真的很努力啊。可是我要争取他们两中愿不愿意。你要同意，当然愿意学长交流，这是重点。哇，那就可以一连串听三首好歌了啊！那你们，我们今天我们是准备一首歌，你们俩合唱一首歌。对，人家才唱一首，你还要来分？啊，别这样啦！哦，啊。那就这样，跟学长的感觉又不一样啊。对，分享他的经验，对，一起带领我们，对，有这种关系是很好啊。对，我们乐见其成。那三个人要唱哪一首经典的歌呢？我们带来这首李茂山的《Deo》。Deo， 哎，茶最近出问题，你还唱？我们要对茶有信心，没错。对我们台湾的茶是世界有名的，对，世界有名。我常常到处跑，台湾的好茶太多了，东方美人、当丁欧柳，还有南投红茶，客家的烹逢茶。我告诉你，台湾的茶世界有名，我们对台湾要有这个茶要自要有信心呐。那是有一些不孝商人呐，搞得这样子，好像茶风风雨雨，其实不要，要有信心。你们三十个人选这个歌很好啊，那要好好唱，不管。分多少都要唱得很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欣赏《Deo》。Deo， 一滴滴，一滴滴，一滴滴哦，大家来做伙饮一杯 Deo。是心情有出的时阵，的时阵，来，饮一杯茶哦。若是看我生活无趣味，来，饮一杯茶哦。一杯茶哦，茶哦，茶哦，
一滴滴，一滴滴，一滴滴哦。大家来做伙，饮一杯茶哦。继续继续，哇哇，好开心的歌曲哦。可以看出这种节目团队的精神。歌不管长或短，每一句都要很认真唱。节目不论大或小，地位重不重要，都要很认真表演。重点是把那个快乐、轻松的这个味道有唱出来。是啊，哇，这个年轻人唱歌就是不一样，中气也够啊，力量够，诚恳度要够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以后来上节目啊，要努力一点。我们会积极争取。是是，像曾伟忠，对啊，曾伟忠也玩游戏玩得很认真，对吧？是，上次也是去开杠。那您，我也是有开杠哦。对，因为在明视大家都是团队的，不分彼此你我，三位的贡献哎值得我们奖励了啊，谢谢三位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哇哇，这个经典的碟要唱起来，大家对台湾的茶还是要有信心。对，那女生我们也是要帮他们争取机会。对，因为有的也不是那么常露脸。对呀，尤其我看到那个陈怡婷，哇，她在我们的节目中没输过的啊。对，我觉得你说那个大集大集合，哦，没输过，我觉得她应该帮她争取，所以我今天主动帮她争取。陈怡婷啊，还有丁佩君，哎，杜馨田也很少来。这三个起来，哇，三个美女，哇，来，瓜哥，谢谢瓜哥。是。你们在别的节目表现好，我都会记在心里的，我会尽量想办法帮你们争取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三个一定要好好唱，不要只羡慕那些学姐，他们很会。先感谢哟，哎，哎，有人冲出来，哇，真能哎，什么不学要学别人？你们两个有什么有事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时刻我们没有唱，觉得怪怪的啊。对，蛮正常。你到底在唱多少？每一集都在唱，你要唱多少？示范也你在唱。八点档也你在唱，对不？演唱会你在唱，你要怎样？对啊，办那个便当晚上也都是你带回去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对啊。而且他还讲说，如果扣场不让他唱啊，人家是绝食抗议，他要撑死来抗议。我的，你两个喜欢哪？你学妹唱不行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传比较 special 的，对，你不能又唱嫁妆的主题曲，有什么？你就唱江蕙二姐的歌，这个是有时候天天吃牛排也要换点青菜，也会。如果没有好的提议，你们俩就让三位好好唱。有，我们今天有带来特别的，什么特别？好听的歌，我们要带来一连串的组曲。组曲谁的组曲？凤飞飞凤姐的组曲。哎呦，胆子蛮大，哪来的自信啊？练很久，练很久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才敢站上。郭婷应该唱很适合，对，人家是凤飞飞，他是凤飞飞。但是你要知道哦，有很多凤飞飞的歌迷哦，这个一刀两刃哦，如果唱得好，凤迷感动；唱不好，丢鸡蛋学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会全力，我们会努力，要努力啊！是，哎，既然提到凤飞飞的歌，我们是不能不让他唱，因为凤飞的歌真的很棒，是我们值得我们向他致敬。对对对对，这倒是真的。那你们三位安排什么歌？哦，我们刚好也是凤飞飞的歌曲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是你们是讲好的，一连串就对了。对，所以你们唱三首，你们两个唱一首。哦，我们是组曲，所以我们有三首。对，你们俩唱三首。对，那你们三个人，我们三首一首。好。我说真的，天下也没什么公不公平啊，起码是学姐啦。对，慢慢要跟学姐学习一下。好，收拾起心情，我们今天要向凤姐致敬。对，她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歌后，很多帽子歌后的歌迷都在看，所以要好好表现，别当闹亏。好，这名歌是叫做《奔向彩虹》，以及《夏夜》，还有。风飞飞，云飞飞，你们要唱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一起来欣赏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奔向彩虹。
接下来欣赏这首歌，也是凤姐的歌《夏宴》。
想。